网民邓唔抵，惨过 TV Buddy 坤哥认命话，做粒茄仲多人识啊！咁大粒茄你见过未？唉，通晒天啦！前晚大台台庆，除咗黄祖蓝上演世纪求婚同埋6886。9889呢个惊魂之外，唔少巴士都发现坤哥吴业坤竟然做咗大台粒棋啊！俾人投闲自散，掟埋一二遍啊！好多网民都戥坤哥唔抵，其实我都睇到 O 晒嘴嘅。头先就忍唔住 WhatsApp 问咗坤哥啦。其实我冇委屈或者唔开心啊，因为我觉得咧呢个角色可以令更多人认识我，多谢各位关心。好彩坤哥乐观啫，其实佢都算唱得啊。平时我都成日上 YouTube 听佢唱歌噶。最近咁多花旦小心扑到咁走，大家心照啦。难得魔童终于开到台啦，坤哥你懂得。低低能能，尽有天，总有可能。